10月13日，2019赛荃湾区赛五线 Kelvin 200 IM 五线。全 hit 得四个人游，五線36秒49，36秒49。五线1分23秒47，1分23秒47。五線2分17秒32，2分17秒32，衝線，唔使3分鐘啊，2分17，31，好快啊，快咗喎，BB，仲有一半，2分40，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，好快啊！哇，第一啦，呢啲第一啦，追埋嗰个，好嘢！2分57秒05，PB。